是关键人物就在法师啊。哇，这一球是给进攻犯规，这个 N1 跟进攻犯规就是一线之隔啊。嗯，每个后卫其实遇到国豪的防守都觉得是非常难做动作的，哇，真的没有人挡得住他。一对一，来看辛巴怎么打哦，开进来，会给 N1 吗？裁判可能要讨论一下哦。哇，这个刚辛巴可能听到我讲穆伦斯单换他，要证明给我看啊！哇，这个两分进算啊，收球，这球辛巴打得够粗啊！对。哇，你这个穆伦斯应该也很少有拐子架到他下巴这个位置啊！哇，这个穆伦斯可能嘴唇的部分要稍微处理一下，他的手肘会只会给他一个警告。哦，没有错，我刚刚听到这个收音非常清楚。教练，我给他一个警告，因为他手肘还是急到打到人家，虽然他手球没有离开。OK， 玩笑。是听到非常清楚哦，针对刚才这个 review 之后，是会给予裁判给予辛巴一个警告，并没有直接警告的一些说明哦。也让看一下他的左手肘，对，也让教练也很清楚知道说，不希望再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动作。穆伦斯的牙齿应该还在吧？Game over.